吐出来。哎呀，哦，有，要了，把这个手给它停一下。大家好，今天一位老同事砍了两斤猪肉过来啊，叫我跟这位伙计啊，今天去搞几斤猪鞭水啊，中午改善一下我们这个员工餐啊，中午来个爆炒。前面又找到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这边是竹林，这个地方比较开阔，比较光秃，特别容易找到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过来，这里一个，啊，这么漂亮的缝啊，肯定是一个。嗯。哦呦呦，漂亮漂亮，漂亮，这个够粗的，啊，这个土质也好。你看这一个有意思啊，这个会不会长成那个小竹子啊，这个露土啊。哇，你看拱得老高啊，这个是地缝也出来了，笋尖也出来了，这个没用，太老了，这个可以啊。还有这里，你看，还有这里啊，都挤在这一块啊，一个个来吧。这个将就一下呗，还可以啊。哎呀，太老了吧，斩掉一点吧。啊，再一个，这个粗啊。特别好找，哦，假的啊，假的啊，有失误的时候嘛啊，哪里有百发百中的啊，找在后面找了一个，看这个，这个肯定是一个啊，你看它这个地缝成长条性的。哦，就是有点老了，没有茶边呢，嗯，太老个，就是，啊，这个只要露土它就老了，两个在一起，这一个是没用的，这个还勉强过得去，这个肯定是的，哎，这一个，啊，哎呦，又露神经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这里这里这里，这边是这个，这个总没露出来吧？也不是太好，这个有一点点露出来的地方，它这个笋壳都变绿了。这个，哪里？哎，这个这个，这。哦，这个漂亮。哦，漂亮漂亮，大火，像这种的就嫩了啊，看，很尖呐、啊。这一个，啊，这里很多茶蟹树，都蹦在这里，可能是这个地方比较肥啊。今天也算是干好事啊，帮他把这个竹鞭去掉。哦呦呦呦，你看，把这一点土给它回填回去，这个粗壮吧，啊，专门往那些肥沃的地方钻啊。这一条又粗土了，这边上，这个肯定好，漂亮。这，这里有一个，哎呦，给挖烂
要，哎，还有一个，看这还有一个，我的，这竹条太锋利了，刮一下就坏了。哇，大货，漂亮吧？我的去，这一个使劲的往下钻呢，你看，把它拔出来啊！哎呀，哎呀呀！我的去，你看这个周边上这么长，把它停回去吧。漂亮啊，这么粗。不要这么长哈，太老了，协调一点。这个肥呀，漂亮。刚才跟我这位朋友啊，不到一个小时挖的，看看这到底多少。我的去，这么多，你看，都是大货。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么肥呀，这种就有肉啊。然后这个壳还带紫色的，这种就是马鞭笋中的极品，可能还要切掉一点啊。等下中午就拿回去炒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吃，肯定好吃的。这个，哎，这个肉都是白的。这个好，这肉雪白的。等下马上就把这些拿到厨师那里去加工一下，今天大伙都能吃上这个竹鞭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观看，下期再见。